众所周知，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野生外国人，他们热爱中国口音纯正，今天他们带着骄傲的汉化成绩向龙宝进击。我们是晋太原赞兄弟，我是关羽，情深深雨蒙蒙里的杜飞，我们有我不由天，有身份请登录，我们是晋晋火花队，必战的上限重，我不会让你失望。现在登录的是休不想落水休想拿冰箱的油头美男子勇士李路修。我的今天的主题来自于一个非常感动的电影，没事就爱滑铲的中国武术爱好者勇士阿木与深田菊武，远不离远，见不离见，气得我翅膀都掉下来了。下一组勇者肯定可以，我快乐总比烦恼多的甜心少女勇士吴雅露露露，号称人鱼公主勇士奈奈郑乃馨。哟，白娘子来了。哦，今天两位少女的装扮好美丽，好喜欢。Into One，不论水小分队，我是最厉害的侦探，这个世界最厉害的侦探。江湖回答，打掉啊！国际勇士申请出战。